悠悠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。上学了，大家一起来唱歌跳舞喽！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去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。悠悠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。准备开始！哇，太阳哥哥还有山大哥哥今天好像有特别打扮呢，穿得好绅士哦。小朋友，你觉得太阳哥哥还有香蕉哥哥帅不帅啊？帅！谢谢小朋友的称赞。对了，今天晚上呢，学校要举办森林 party 哦。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适合在 party 上的活动，要跟大家一起玩咯。那山大哥哥，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好了。等一下，这个 party 里面已经有帅气的绅士，怎么可以没有美丽的淑女呢？对耶，少了淑女的话 party 就不能举办了吼。啊，熊比的意思是说啊，希望小朋友来猜猜看这一位美丽的淑女会是谁呢？只要猜中的话，她就会出来哦。那现在呢，就请小朋友来猜一猜，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位美丽的淑女是谁啊？是谁呢？是谁啊？大声的说出来！哦，是彩虹姐姐，是什么淑女？还是草莓姐姐？还是月亮姐姐？月亮姐姐，月亮姐姐，彩虹月亮还有吗？换我来猜猜看，我猜啊，应该是芭蜡淑女。不是不是，应该是莲雾淑女。不对吧？应该是披萨淑女。还不是呢，是汉堡淑女。哎，我们好像把这些淑女的名字都猜得好奇怪哦。啊，该不会是最有气质的月亮姐姐？答对了。没错，月亮姐姐，我今天就是要来扮演月亮淑女风啊！我最期待的森林 party 正式开始，跟我走。准备好，用树伯伯家门前真是热闹。青蛙乐队鼓声起，夜莺美妙来合唱，蝴蝶仙子翩飞舞，充满掌声和欢呼。我们的歌声再加上我们的舞蹈，这个森林 party 真的太热闹了，连大自然里面的景色还有动物们，大家都来咯。而且我们特别在夜晚举办这个森林 party， 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啊夜晚的美丽哦，像是满天的星空， party 里面的萤火晚会，还有很多夜晚才会出现的神秘客，要让大家来猜猜看哦。夜晚才会出现的神秘客，哎呀，我都太早睡了啦，我都没有仔细的看到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跟杰西哥哥说，夜晚会出现的东西有什么呢？有什么？猫头鹰。猫头鹰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呢？蝙蝠。蝙蝠。
亲哇，小朋友注意听了哦，我听到好像你们知道很多不一样的答案呢，但是不知道这些答案等一下会不会出现哦。现在呢，就让太阳哥哥让大家猜猜看哦，让你们猜第一题。在夜晚里面会提着小灯笼，像天空上面的星星，会一闪一闪的昆虫是什么？请你们告诉我。萤火虫。太棒了，你们都答对了。那我们来学萤火虫屁股发光，预备，一起来，发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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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很可爱哟。第二种，高高在夜空中，有时候圆圆的像大饼，有时候又弯弯的，缺一角的是什么？月亮。太厉害了，小朋友答对了。只要我们的森林 party 里面有月亮，就会特别的浪漫哦。第三题，注意听咯，是倒立，喜欢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挂在上面倒立睡觉的是蝙蝠。都答对了，正确的念法叫做蝙蝠。蝙蝠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出来，不过它好像比较适合万圣节，所以我们来学蝙蝠飞飞飞飞飞飞。好厉害哦。还有一种哦，眼睛大大的鸟类，它们在晚上会特别有活力的，是大大的鸟类。哎，小朋友，刚刚在叫的那个是什么动物啊？猫头鹰。好厉害，都答对了。想不到猫头鹰校长也把自己介绍进去了。太棒了，有所有的动物好朋友一起来参加森林 party， 一定很热闹哦。那就继续来唱歌跳舞喽，跟我们一起做。这个成功的 party 真的很热闹哎！没错，有着美丽的森林，还有美丽的舞蹈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赶快来问问熊比，今天大家表现得棒不棒呢？那好棒棒，灰熊！拥有好宝宝，拿到徽章，我最棒 ！Party！小朋友得到好棒棒徽章 ，Happy Party！ 各位小绅士还有小淑女们，请优雅的站起来喽，起立，准备出发去跳舞喽，走吧！要很优雅的走出来。在他前面，小星星要过来一点，后退一点点。想学变成快乐的时光，就慢欢笑，学学又玩玩。哥哥姐姐，我们都是好同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歌唱，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上学一起棒。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今天我们开了森林 party， 记不记得里面讲到什么动物呢？哦，有很可爱的昆虫，萤火虫。上学去，下课喽！来学猫头鹰喽！不会动的猫头鹰，不会动。木头人，猫头鹰。木头猫头鹰。
浣熊。我是西瓜哥哥，炸鸡腿、可乐还有薯条，这些东西吃太多都会让人变得胖胖的哦。现在赶快跟着西瓜哥哥一起来唱歌跳舞运动一下，一起来跳这首《胖胖孙传奇》。胖胖嘴里，每个人都圆圆的，可是长大后都是帅哥和。这么多东西都没有变胖啊？哦，那是因为吃东西可以补充体力，但是如果你吃太多，对身体也不好哦。如果你想要吃东西又不想变胖，当然就要多运动咯。运动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跳舞吧。来运动啦！大家准备好，先做暖身操，手脚动一动，脖子绕一绕，慢慢跑一跑，轻轻跳一跳，转个圈圈，立正站好，芭蕾好美丽，扭扭有活力。怎么撞到啦？好暗哦、喔！等我一下。对嘛，这样比较亮啊。哎呦，因为今天宝贝大明星要暗暗的表演才厉害啊！暗暗的才厉害，到底是怎么表演啊？我们赶快去看吧，走。好。哎，太阳哥哥这边啦。哦，早说嘛。爸爸叫做河马。为什么爸爸叫河马？因为他打呼很大声，然后他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别人就叫他河马老师。那你说，请河马老师请关灯。河马老师，河马爸爸请关灯。编朵花。小花。
有吗？脸有变亮吗？好像有哎。那敬礼，敬礼。指挥交通，指挥交通。哔哔哔哔哔，左转，左转，手手转圈，往这边转圈，往右边，这边往上面。哎，往下面。为什么车子会往下面？乱说的啦。大家好，我叫江子怡，今年6岁，我今天要表演的是骨头舞，敬请期待哦。好，请关灯。自己的脸脸露出来，你选一个。我要自己的脸。哦，原来你喜欢自己的脸脸露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可爱呀。谁很可爱？我啊。你很可爱，谁说你很可爱？妈妈、爸爸。妈妈跟爸爸说你很可爱，还有谁？导演。导演说你很可爱，所以你才可以来录《宝贝大明星》，对不对？流泪在我看不到的结局，一盛开你双鱼，一直洗澡是你，哇哇，他会有多幸运？你看你有多幸运，爸爸妈妈准备这个表演，是不是？好棒哦！而且你好会唱歌哦，宝贝大明星，唱歌，咔，再咔，咔，换边。悠悠妹的魔法 ABC， 欢迎来到杰西实验室啊！好酷哦，有机器人、电动车和迷你喷射机耶！别急别急，刚好你来了，我有个东西想让你试试，就是这个手表。没错，就是手表。但你别小看这个手表，这手表可是得过国际科学大赛的 Special 发明奖，任我行手表。好像很厉害耶，那我们要怎么用它呢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你看。啊，是巴黎铁塔。不管你想要去哪里，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哪怕是亚马逊丛林、撒哈拉沙漠，甚至是外太空，都难不倒它。真的吗？那
我要去埃及、北极，还有巴基斯坦、瓜地马拉、还有印度、还有我还要去。今天要学习的是跟发明有关的单字。机器人 ，robot， 机器人 ，robot。科学家 ，scientist， 科学家 ，scientist。发明 ，invent， 发明 ，invent。夏威夷 ，go！ 埃及 ，go！糖果屋 ，Go！ 游乐园 ，Go！ 蛋糕世界 ，Go！ 嗯，这里是哪里呀？这里又是哪里呀？不对，你按错了，是按这个。不是，是这个。这一个。这一个。哇！发生什么事啊？嗨，小朋友。Hello， 欢迎来到黑漆漆化妆舞会。好可怕哦！老大，他们的装扮太普通了吧？我们不用担心啦，我们有卖假发，还有巫师帽哦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恐怖牙齿哦。牙齿好像蛮适合我的。那我选那个骨头好了，比较可爱。这限量的哦。哦，谢谢。啊，我们现在是要参完舞会以后才回去吗？好啊。我们来自大海的那边的那边，我们总是勇敢去冒险。喜欢吃的甜点吗？我最喜欢吃起司蛋糕了。我最喜欢吃马卡龙了。看你们两个的眼睛都发亮了。那彩虹姐姐，你喜欢吃什么蛋糕啊？我最喜欢的是有浓浓巧克力香的布朗尼，还有香草冰淇淋。哇，好大哦！对啊，每一次吃完点心呢，都觉得心情特别的好哦。那希望你们今天看完点点咪，心情也可以特别的好哦。那这样真的太棒了。没错，我们大家天天都要悠悠。